军陆战队，一个是桃园机场的航警局都发生了地案。现在您来看的是海军陆战队，他们在办理一项采购案的时候，传出军官涉嫌图利，接受厂商招待。而高雄地检署指挥调查处等干员搜索指挥官徐尚文办公室等处所，并且会同南部的军事检察官漏夜侦办。而这项军方民生品采购案是遭人检举有军官接受厂商招待，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会同了南部军事检察官分别搜索徐尚文办公室和厂商等处所，查扣了一些账册，并且也传唤徐尚文和多名厂商，分别由检察官和军事检察官漏夜侦办。